大，对不对？也是啊，这无脑角色啊。哎，这个大家都看得出来啊。啊，那你总之，那你对这场你有什么看法？都哪一场？就是你现在在看的这场。没有什么看法、啊，一定一面倒啊。你说欧洲屌鸭吗？这还多说啊，这还多说。可是他们有 Rush 君在撑场面，那你觉得？绿亚奇那不用说啊，绝对是屌打、啊！绿亚奇的实力根本就神啊，这个大概只差我一点点而已啊。啊，因为统神也是有精英第六啊，他跟你是平起平坐啊。也是啊，也是啊，他算是、啊、他算是我一手提拔的、啊。这个自然啊。是啊。那个欧仲玩酒桶哎、欸，是在向你致敬吗？然后看一下就知道了。哎，这个一定是的啊，感觉有点挑衅我的感觉啊，没玩过酒桶啊。你说那个人没玩过酒桶，他是精英哦。没有，他们战队精英。哎、欸，那个人，哇，三个精英啊！你怎么知道？我看你的荧幕啊。哪里有三个精英？你按那个个人资料左上角那边个人资料，联盟的左边那边有个人资料、欸欸。他精英328分哎、欸。他三个都精英啊，就是个人、团队还有3v3都精英啊。好猛哦！哇，这有点扯啊，这个真的有点扯。哦，好羡慕他哦。啊，其实统神要精英，这不是哪这哪是这哪是困难？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想不想的问题啊。啊，这自然啊，你看嘉文那种哦。不想讲了，你今天有一场超神加文，那个就不用多说了嘛。这个就不用多说了，那个还多说什么？就各种虐啊！这个当然啊。这个啊，我们比赛快开始了，怎么样？啊、好，那统神去接 coin 还是看要转播啊？那先不打扰了，拜拜。好，拜拜。卤蛋、卤大鱼、勾甲，什么意思？勾甲啊，请说。嘿、hey, ，童真啊，你好，你可以不要再抖了吗？不要再抖，都被你发现了。好了，请说。你的酒桶声音有点小啊。那挂了。啊，要开始了。好了，开始了。先看一下聊天室。聊天室有没有什么指教？统神房间有小阳台啊，会不会太有钱？因为改装过，那个小阳台是以前就有了，不过改装过。Welcome to Summoner's Rift。微风，你在紧张什么啦？什么东西？好啦，这个两边直接一个眼两个眼然后就进来了，然后这个 TFA 完全没反应，三个眼被看到吃网啊，直接闪现。这有点猛啊，开场直接四个眼。拔了一个眼。
哟，他们，哎呀，在这里插一个眼，其实这样是很安全，很安全的开法。The spider I, and you the fly. 啊，插完眼以后，这个伊佛林在这边一个人开，然后打一个逆 EU， 有病哦。那你就开蓝就好啦，这样子开红，破了不少血、啊。哎、欸，对面这个视野被他拔掉哦，他可能会也。蜘蛛一个多兰剑骑手啊，也是稳练呐。这尾兵也是各种二啊，四只挡到，没有推线哦。那这样子的话，东海要赶快去帮下路了，因为这个是推的非常的快，圣是挡不住的。中路自然不用刷，这酒桶也是各种被压。哎、欸，没有哦，又要取两罐水都已经喝掉了、哦，酒桶还有 一罐哦。不过酒桶这个血量也是要喝水。啊，一个 EQ miss 闪现被点燃啊，然后一柏林哦、啊，这酒桶一看就是个二货啊，这又要打到歪头啊。两边一阵交换，上路也开始推了，下路还好，还可以。哦，这鳄鱼被点得很厉害啊！他、啊、这个被直接被中奥了。哇，龟狗跟刚刚没有带到啊，镜头没带到，应该是一个很猛的连击啊。好，蜘蛛。被看到了，被看到了，还不退，还不退哦！他们想钓鳄鱼出来哦。这个伊佛林已经就是代发了，被他 bait。蜘蛛网到了，鳄鱼会冲吗？鳄鱼闪现冲了，被绑到，鳄鱼先死，伊佛林挂出来收头，非常漂亮。飞小兵等啊，蜘蛛一个闪现，哎呦，有点猛啊，加罗。我下路这个塔，因为对面现在知道你们上都在上了。好，蜘蛛网定到推塔，两边交换点塔哦。龟狗不点塔，点塔退不掉。OK， 鳄鱼怎么击杀了伊泽瑞尔啊？不知道，可能又饿了。这龟狗时常会饿的、啊，大家也知道，我不经常当 OB 的、啊，所以很多镜头都没带到啊。反正大概是龟狗又饿了。这伊佛林下路来了一下，喂，有天书吗？一个闪逃失败，尾鱼各种二，尾鱼送头，尾鱼先送了，东海只能硬拼，东海点燃到了，没有没死，东海插死了，好是一个一，好加一个闪现，尾鱼又二了，还有一个 Q， 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时候，阿里是不可能打得赢酒桶，
六等啊，除非闪在酒桶我找，可是通常会玩的酒桶会等你，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基本上只要拖到九级，其实酒桶也还好。又 Q 到了，这种 Q 的好准。这伊芙琳又来到了下路，因为下路逃掉，然后上路他也要掉。鳄鱼一个定，鳄鱼往前冲，鳄鱼六等好猛，鳄鱼一个一打二。鳄鱼张开他的虎爪，鳄鱼好，哎呦，鳄鱼打二，好凶哦！然后下路两个人也是一个逃生啊，可以看到法洛斯现在是两招都没有，然后上路又是一个追击啊。剩一个大绝啊，我们就到。哎呀，伊芙琳！哎呦，伊芙琳一个闪现超快大绝啊！东海要 carry 了吗？现在人头数是4-4，经济差距差1000块，那1000块也就是刚刚掉的那个上塔，基本上他们把这个塔推掉的话也是回来了，哇，他们下塔也快掉了。感觉刚刚有点冲动啦，两个人弹打弹到死，直接就送了两个头啊。这下路看来也绝对守不住啊，因为对面也知道了一些，哦，这圣杰给嘲讽。点塔哦，哎呦，这偶日怎么不点塔、啊？嘲讽都用掉了，嘲讽都用掉了，还怕？哦，现在是没办法点。好、哦，蜘蛛也在这里抽蓄了一下。感觉中路阿里72，酒桶79，感觉反倒被压制啊。不过也还好啦，这酒桶可能有我的3层功力啊。勾到啊，鬼狗。被勾到有二了，虚弱，哎呦，都飞一个植物啊！哇操，好专业的，好专业的那个伊丽丝啊，飞一个植物啊！东海下来被各种 CC 送头，被拉被蜘蛛网送头，绿化虚君收头也做不到，然后现在酒桶，哦这个。哦，哎呦，这还要让头给鳄鱼哦！一瞬间差距2000，哦，这个座塔 A 掉，有人给就3000了。感觉刚刚东海有点急啊，其实不是他们家也退塔，因为他这样冲上去各种 CC 啊。他就大绝好像都没丢啊，对啊，连大绝都没丢就挂、啊。
然后桶神太神啦，吹捧，吹捧酒桶。我才是亚洲统神，人龙嘴炮，人龙四倍多，飞三次哦，哦，抽掉了酒桶，我们的白石统神马上就挂掉了，这屁话真他妈多，然后伊利桶旁边，一个，哎呦，因为小心哦，这法洛斯还有大哦。一个注意被他开了个大，阿里在旁边啊，洗一个技能，吸个血。鳄鱼从上路杀下来了，好，我们先掉这鳄鱼可能。鳄鱼要冲塔吗？鳄鱼哦，鳄鱼被开到，鳄鱼直接开大了。鳄鱼怎么了？鳄鱼发癫了，发癫要看医生啊！鳄鱼，他这样换完全没意义啊，因为他自己。又大又点燃什么的，那阿里什么都不用啊，连阿里连闪现都没用啊，阿里就，哦，你就要进来死就，你要进来换就换进来换啊，这阿里，你发癫，那要去看医生啊。哦呦，这大四个，我没有 Q 到，其实继续推啊。现在中路算是一个品牌，因为虽然阿里 CS 少了17只，可是他有一个助攻，其实也差不到哪里去。重点还是在于他们没办法压制那个鳄鱼啊。你看这鳄鱼89 CS， 剩只有50啊，装备也是各种落差。这鳄鱼已经日炎什么鬼的，这圣连日炎都还没出。啊，这现在这鳄鱼有一点，现在这个情况，15分钟这个时候，这鳄鱼有点无解啊，因为他装备太好了。哦，直接一个阴险的大绝，阿里一个魅惑失败，不过还是成功的收掉了一个头，蜘蛛闪现，酒桶从后面过来，阿里被 check， 阿里闪现的很快，吃到大绝伤害还是被点燃。哦，鳄鱼跟鬼一样，鳄鱼被收掉。现在就是伊利的速度，伊利被法洛斯大到伊利动不了就死掉了。伊佛林最后做了一个最后的收头啊，这个还是输了会战。感觉东海这场好猛哦，东海这场真的打出了他的水准啊。不过剩下的队友就。他们刚刚应该是
看到这边两只，对面下面应该有人露出来，所以他们决定打。因为其实我看鳄鱼跟那个酒桶，他们支援的速度也是很快，应该没有离很远。没有离很远的话，就是说他们应该是有被看到在下路吃兵吧，不然应该不会这样开。啊，吃掉东海又二了，也不算二啦，毕竟是红 buff 跟那个蜥蜴长老招，那个伤害确实是高啊。这阿离到底在存什么啊？看不懂。他到底有多少钱？1500。他要直接上明火吗？可是他要上明火，至少还要两分钟吧，至少还要两分钟。这两分钟打起来的话，对面酒桶是死帽啊，你是一堆垃圾装啊，这怎么比？哦，鳄鱼凶圣，其实圣不会打出鳄鱼啊，只是鳄鱼有那个红 buff 真的很讨厌的。哦，一个嘲讽，鳄鱼开大，伊佛林，哦哟，点燃，鳄鱼闪现，鳄鱼交了一个闪现，哦，这个刷没刷到，也是让鳄鱼把点燃闪现什么的都全交了。酒桶一个 R 失败，点 Q。本年先别说，感觉龟狗这场是各种二啊。不过也是啊，对面那个法洛斯确实是一代 AD 啊，确实啊，这 AD 确实是厉害啊。法洛斯大到了阿里。往后飞三下，很勉强的传下来。伊佛林开个大，射雷西这个大很巧妙，射雷西的大 ，AD 被嘲讽了，刷掉了 AD，ED 到后面做输出吗 ？ED 可以做输出吗 ？ED 不行打酒桶 ，ED 在打谁 ？ED 在打 Super，ED 打完之后打 ，ED 可以吗 ？ED 可以做出手动作吗？可以的 ，ED 可以做出手动作 ，ED 在这边收头 ，ED 吃一个 EQQ 普攻。加了跑速 ，EZ 被自动跑到 ，EZ 完了 ，EZ 被鳄鱼两冲两下，EZ 收掉了酒桶。刚刚那场会战很精彩啊，尾鱼也是各种嘲讽啊，两边都射雷系那个大也是很神啊。然后这个欧总的也是各种想红啊，就是因为那个麦卡贝那边有在直播啊，所以这个欧总也是各种想红啊。你可能要空大几次。这法老是出了两把嗜血者啊，也是一个神之虐菜装啊。好了，我们看一下观众，现在应该不会打，我们看一下观众有什么解释。观众对这法老是出了两把嗜血者，为什么能看对话？因为是所有频道，所有频道的话就可以看。什么模拟器搞定了没有啊？没有哎、欸，我没有打算用电脑玩。
好，这个大，剩一个大被炸开，有点冲动，先闪现进去。一波零，一波零各种坦伤害，不错。哇，阿里在外面都输出剩坦伤害，伊泽瑞尔在外面打酱油，伊泽瑞尔完全没有输到。哦，伊泽瑞尔最后说，哦，这是一个一换四，一换三，二换三，二换四。哎，原来这里还有个人。哦，一个二换四啊，有点猛。感觉一波零那个闪现进去。没有必要啊，感觉啦。不过他是东海，可能自己有他的想法。因为在这个窄口打的话，刚刚其实对他是蛮有利的。不过其实刚刚伊泽瑞也在后面打个酱油啊。完蛋喽！两位被抓到，啊，这也是二啊。不过这也不意外啊，因为他们的support是不买这只的、啊，奶茶都是要出的装备啊。哎，他刚好真只啊，那怎么这个眼没有拔掉？被这个眼表了一下哦，这个杀两只直接吃八楼。一定可以抽到吗？感觉啊，修八龙 carry 瑟雷西一个全民嘲讽，经济一瞬间拉到9000，还有一个八龙。然后这个法洛斯又补了一个暴龙大剑，因为这时候他缺攻速啊，这时候他很缺攻速啊，所以他这时候又买了暴龙大剑，我相信一定是第三把嗜血者，他最后装备一定是一个鞋子加五个嗜血者。哎呦，有点猛！刚刚也是一个切技啊。好，我的酒桶什么技能都交了，感觉是死定了啊！死定了，酒桶死定了。上路也是打起来了。这也是被抓。这个绿耀旗怎么回事？不回来守上路了、啊，决定要分推了、啊，一个内塔换前塔。啊，东海也是一阵嘴炮啊！你在干嘛、啊？你不回来守家哦？绿耀旗说：“爽啦，怎么样？你自己以为你玩得多好？不爽手就不爽手啊！”绿耀旗是一个暴怒啊，开始单机啊！你知道现在直播几天看吗？关我屁事啊！是你们找我了。你们叫我来打的，不爽的不要打、啊。
绿化血是各种喷啊。哦，伊芙琳又来老范虫草，这老范虫草，哦，老范虫草完全失败，鳄鱼跟鬼一样强，鳄鱼被绑到，加我一个大，没有弹起来，虚弱，鳄鱼好猛，阿里一个大 Q 收掉了阿里，阿里，阿里怎么了？阿里太冲动了，最后法洛斯，法洛斯，法洛斯那破脚线好痛哦。啊 ！S， 核弹，核弹，古拉克斯也在嘴炮。哦，刚刚古拉格斯在下面那个阶梯是先，因为他看到龟狗在这个位置，然后他躲在这个位置，他躲在上面这个树那边，他直接一个 Q， 然后一闪现，我也经常用啊，不过我是经常 Q 一啊，因为闪现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宝贵一点，他是直接一闪，然后加点燃，然后等龟狗用一的时候，他在一个大绝，也是一个阶梯啊，其实他失败率也蛮高的，我就用过啊，各种失败啊。这九桶也是高手啊，我现在基本上已经胜负抵定，大势抵定了，因为不要看只出六个头啊，各种 CS 都屌压，鳄鱼赢100只啊，法洛斯也赢个大概70只啊，九桶赢个30只啊，只有江狗比较差一点，其实整体算下来好，结束了。这也是我们看完吧。这个一波乱开，正在上路。阿里，阿里可以进场吗？阿里，阿里嘲没嘲讽到阿里，被大绝听到，陪护人，法洛斯也是超克刺客角的。好啦，GG了。这时候他们一直在想说，神是不是要来救我们了？神是否要来拯救我们了？这地下取经也是各种，统神要靠你了。被打爆是要拯救啥鬼？
好啦，他们都知道要等多久啊？哦，对，我先加进去。这个还要等多久哦？哎，这个是要等多久？喂？他们挂。哎，我觉得我自己好烂啊！哎，这要等多久？他们广告要多久？四分钟吧，四五分钟吧。四五分钟。童神，你要打吗？童神，你觉得问题在哪？神来拯救你们了！你们这些小屁孩，好了，还是要跪在地板上求神出马。我的位置给你打，我来看你表演。还是你不打，谁打这一局？童神嘉文很猛啊！我打。我们嘉文各种 EQ 啊 ，OK 的啦，真的啦。他跟利奥君两个联手，我休息一下。感觉就要被虐。好，等我来打架。打吗？什么？尾鱼，你要休息了？没有，我没有休息。尾鱼打上路了，去东那个谁？好了，没有 support 啦，东海你去 support 啦。我 support 我。然后看看那个龟狗要不要江狗啊？然后尾鱼打个 AD 啊，我来整一下神上路啊。不是、啊，奶茶。我给你们，我的位置给你们。换统神就好了啦。什么？我的位置给统神，我的给统神打。你们是怎样？到底是要打还不打？